需要远端带盒吗？不用啊，充不好就不玩啦，还带盒啊？啊！红内裤，干我先穿，抽一抽 ，OK。那我先把不是保底力的抽一抽。这个火战场不太适合我啊！来了，我记得是这边啦。记得他们会，是这里吗？对啦，是这，抽不好直接往下跳。然后他们说要先塞头臭猪，操你妈！还敢雷啊 ？OK， 开抽，进得了吧？哈、啊，没了。等一下，来了啦！金刀不脱，一出就红。怎么说？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天最后一把金刀了，多抽差一点啊啊！福卡什还行。来了，又到了抽差的环节，我感觉我的运来了。多抽差一点，进进出出，我刚才怎么一个叫喘呢？反正，我觉得你献祭错猪了，应该要献祭的是昨天的猪。来了，弟弟。宝珠，猪是你吗？宝珠。两把来了，感觉来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多插几下，这个长长的应该跟我的差不多。还，不要插。这个是蓝方的胜利啊！还没喝神仙一红，太神啦！舒服打舒服，这是还有，我今天目标是那个妹妹啊！受不了，直接来了，上头。
哦，很难哦，再快再快，快还要更快。哦，好多卡池。不是这么多次可以合的，怎么可能两个红没有？谢谢你的订阅。这边十一抽哎，你们觉得十一抽直接还是三抽三抽来？还是我们配种一下？直接不是你们赶时间是不是啊？你们赶时间是不是啊？你们还没吃饭是不是啊？好啦，爽一次啦，爽一次啦，哪次不爽一下？啊，第一次看到这么精的，还是直接开？不要啦，直接开很快就没嘞，这就有点像直接。哎，等一下。我现在帮我自己做一下一个心理建设，假如这边全部下去，这边全部下去，连一个红都没有的话，怎么办？我就跳了，直接吗？粒子发就有直接，不是？你们这么赶时间是不是啊？啊，要按吗？先做法，你说做法是站起来转三圈吗？史丹利三秒下水，可不是啊，他们是大人啊，他们抽这个跟喝吃卤肉饭一样啊。请起立，真的要直接按吗？还是我们慢慢抽插啊？还是我们慢慢抽插啊？哎，丁丁这边，你上次是直接按还是慢慢抽插啊？这个丁丁前几天才抽到纸片啊，我们听他的，直接。哎，按这个，好啦 ，OK， 又是人人榜胜利，又是人人榜胜利，你刚刚已经学会当大人。哎，小刀，这样吧，小刀有没有那个我想要的卡男跟那个帅哥，拜托。现在不能想卡男，现在要想紫变。你怎么还在想红变的东西？放你妈大人了，放你妈狗屁呀、啊！你等一下抽个皇太子出来，卡男就被你丢到旁边去啦。啊，恶魔的地狱开始啦！我没有叫你买礼包，我只是叫你把它抽完。卡男不要了，我们直变就好了。五中一，拜托五中一就好，五中一。等一下，这个我昨天是慢慢开的。哦，你昨天是慢慢开是不是？没有满就慢慢开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听直变的话，来，丁丁帮我选，随便选，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。好，这个。然后拉快一点，选的就拉，不要犹豫，有没有？蓝的没关系，不要犹豫。OK， 好，这两个是重点。啊，来一个吧！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门票。不是，是不是有人在凑啊？是不是有人在凑啊？你看，要保底了，两个没中，保底一红。OK， 啊，又不卡池。你看，是不是？够了吧？来，再来一红啊！再一红。没有，白痴啊！你这没重复的，你要怎么尬子啊？啊！等一下，我身上有2000钻，买了，把那个卡刚那个合掉吧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直接抽一个下来。你他妈比我还上头啊！等一下，别吵，别唧唧歪歪啊！等一下还要干大事哎、欸，你这赚不够啦！哎，等一下，可以啊，丁丁，可以。气不能断，气不能断。
把你长大了，我只能这样说，你长大了。红的，没事啊，卡池。我还没按，他只有两二中一哎，只能二中一哎，够了啦，二没中还有保底嘞，怕什么怕？不要补卡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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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很难补卡斯啊。OK OK， 不要补卡斯，不要补卡斯。你看，你新的杂念要抛掉，你不能想说你要抽到什么。我当天一直想，不可能啦，盒子已经失败了，他就给我成功了。还是来啦，一个一个来啦，拿掉一排啦。来啦，听纸片的歌啊！你帮我配中一下，你帮我配中一下。不用配，不用配，不用配，要保底了，要保底了，不用配。不是，会不会这两个全部都是红的嘛？啊、那就是运气好嘛！我跟你讲，你要觉得你要保底了，他才会给你红的。你想要红，怎么可能会有？啊！小刀，小刀，小刀，来！心无杂念，心无杂念。OK， 这个是蓝的。OK， 你看，我这不是跟你讲，心无杂念。OK。OK 吧，有门票了，有门票了，心无杂念，门票来了。哇靠，蓝弟，我是鬼啊！我就跟你说，心无杂念，你一直想，你一直想，你要两红，你就想你会保底。真的两红啦、啊！等一下，我这边怎么搞？不用转全收了。好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刀，宝珠。啊，宝珠也可以啦。有纸都好啦，怎么办？紧不紧张？刺不刺激？有没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感觉？有一点，有一点呢、欸。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生很没有、很没有真实感？不是，我觉得其实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好难形容我现在心情。原来是有人干过纸吗？宝珠没纸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。我转来这边，我好像单抽很多次，我好像红遍的宝珠都有嘞。等一下，没歌没歌了，冷静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不用听，我记得宝珠的纸片是有披风的，对不对？耶，纸片嘞，纸片嘞，丁丁。我靠嘞、欸！我操！舒服啊！舒服啦、啊！完了完了，怎么办？田伟要退坑了！啊！什么礼包不用买呀、啊？你看，我就说你的账号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那我比阿米还要会。等一下。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，我现在心情有点复杂。哎、欸，你的纸片的动作跟我昨天一模一样、欸。我好像比皇太子还要欧哎。但是我哎、欸，你知道有个共同点是什么吗？就是跟皇太子组队啊。这边花多少？我这账号十万而已啊。来啦，还是这边直接卖了。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激战之岛有料，还在那里省石头？什么鸡鸡啦？什么意思呀、啊？那、欸、你要想啊，你现在抽到这只纸片啊，你要花的钱就是换武器啊。没事啊，我每天看着他不打怪烤枪，我都爽啊。有没有？你可以换这只练功，你可以换这只练功。那个红武等降价之后买了买了。我跟你讲，一切都值得了。你以后就不用再买什么保底率了。你看省不省？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手有点抖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去吃海底捞不带钱了，我先讲哦、喔。